起跑，众人奋力往前冲，堪称全世界最有台味的路跑赛事。爱台客 Run 为爱而跑，日前在马场町举办。不过比起大批参赛者，最吸睛的就是他了。红色头盔，一双大眼睛，大童宝宝巨大的身体左摇右晃，模样超级卡哇伊。还和三立吉祥物龟兄李海一起跳健康操，为跑者加油。三立电视台总经理张荣华也特地来到现场，带领众人开跑。就连忙着拍八点档的演员们，更不忘来参与咖。3、2、1，台湾十足的路跑比赛吸引许多国外跑者参加，在号角队还有三太子的打气之下，宣扬台湾文化，让大家看见台湾的新台潮。环球娱乐综合报道。